不是你，我的作品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说我把我师父里面的一些感受啊，用一些比较抒情的手法把它表达出来。当然，色彩的应用啊，我会用自己比较独特的方式，我比较注重浪漫的气氛，所以我描绘的都是呢，内心里面有一些很有趣的、神秘的、很浪漫的故事。